知唔知我係邊個啊？講咗咁耐，又出殘體字係搞乜鬼啊？啊！啲人成日話佢可以寫詩啊，我又試下叫佢寫首詩先。AI 機械人，等我嚟測試下你有幾勁先。請用廣東話回答，我想拍一條關於 Synergy Skin Uber 星物理防曬面霜同埋雙抗糖亮光美髮丸嘅短片，幫我諗個故仔。喂，係咪輕機啊？咁樣斬下斬下，誒，突然又嘔咗啲字出嚟喎。你可以設想一個故事，講述呢位年輕女孩對肌膚保養同美髮嘅重視。她每天都要出門工作，加之到太陽對皮膚有很大的傷害。呢、這個故仔真係流啲喎，又可以 replace 員工嘅，唔得咯，幾好啦，哇，太簡單啦，可唔可以奇幻啲先？故事的背景是在一個神秘的王國，佢同一名叫老祖嘅巫師一齊旅行，老祖話俾佢聽，只有結合咗先係住 Uber 星物理防曬面霜同雙抗糖透光美髮丸嘅力量，先可以永久保護皮膚。呢、這個故仔好啲啦，加翻啲 clean beauty 嘅元素。瑪麗亞同老祖咧喺旅程中發現使用唔乾淨嘅化妝品咧同防曬產品對皮膚造成咗傷害，佢哋決定只係用綠色潔淨安全嘅產品，佢冇話俾佢哋聽如何使用 clean beauty 產品嚟保護皮膚。都真係幾犀利啊！可以溝埋咧做瀨尿牛丸。下一條，覺得美白同埋防曬邊樣重要啲？哇！呢、這個答案真係唔得罪人啊！又話作為語言模型，我沒有感覺，又話兩樣都好重要啊！咁、都 OK 嘅，其實都答得唔錯。有樣嘢提下你啊，我哋嚟緊有個套裝，有齊 Synergy Skin 嘅 Uber 星物理防曬，同埋雙嘅抗糖透光美白丸，兩樣一齊用咧，先可以由內至外提亮肌膚，免受紫外光侵害。咦，佢同意我喎、啊。咦，佢仲話可以同時改善皮膚色澤喎、啊。OK， 附和我，醒目仔啊。咁又問下佢，知唔知 Zinc Oxide 有咩作用先？啊！佢呢句又講翻啱喎，可以防 UVA、UVB， 同埋佢話可以喺肌膚表面形成一層遮蔽紫外線的屏障，咁呢個就啱啦。Zinc Oxide Synergy Skin 嘅 Uber 星裏邊應用非常有效。咁啊，問下佢識唔識得快速提亮膚色？哇！佢都答咗成六個方法，等我又醒下你先。話俾你知咧，其實食雙呢個嘅抗糖亮光美白丸都得嘅，仲可以全身白曬添。17日就可以提亮膚色，12個禮拜擊退87%色斑。問埋你知唔知兩個品牌創辦人係邊個？哇！出出下出個簡體字嘅乜料啊？哦！打先得啦，呢個要。唉，咁啊，順便問埋佢知唔知咪咪媽同知唔知我係邊個啦？又唔知，知唔知我係邊個啊？講咗咁耐，又出殘體字啊！搞乜鬼啊？佢話我係知名嘅企業家和慈善家，曾創辦多間公司，包括美容和保健公司。如果美容係保健，其實係創辦咗一間公司啫。咦，呢一句又用翻繁体字嘅，真系啊！啲人成日话佢可以写诗啊，我又试下叫佢写首诗先。防晒需要美白亦如此 ，Uber 星一啲都唔押韵嘅，喂，扮嘢咩？但系咧佢又识擦鞋，我叫佢作 Uber 星嘅诗咧，佢又加埋双嘅抗糖亮光美白丸，即系讨好我啦，等我真系唔好再烦佢啦。但系其实系一啲都唔押韵噶咯。唉，算啦，我觉得佢都好叻噶啦。